调整。首先按启动，确定现在包装速度是37包。好，我们要调成快，把速度调快的话，通常是从这个机箱里面这个部分进行调整。调动这个后面的这个活动环节，会对支撑包装速度进行调整。好，现在调动，先看一下包装速度现在是多少。现在包装速度是30包，就说我们就把速度已经往下降了。我们把速度调快的话，我们就进行再调整。这边好，再确认一下包装速度现在是多少。现在的包装速度是46包。46包，包装速度46包。这速度是，这个现在速度是比刚才是明显加快了。加快速度同时，一定要把包装的一些温度一定要调高。速度越快，温度越高，不然的话会导致一个冲口的话，都是会冲不上，冲不牢。温度是根据实际包材的一个温度来设定就可以了。